你们很多人哦，对哦，为什么？我会放这几个人的名字，因为他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哦，创造了哦一种哦我难忘的回忆，难忘的回忆。而且这一个片段哦，他在完全还没有好之前的时候哦，我们是不是一等好公民？他们就借此哦对号入座。我们再重放多一次，我们再重放多一次。这个 case 啊，没人讲服务险，没人讲。
边，我讲他有没有理由。我参加你孩子每次看到这个呆的时候，我做人家的父亲啊，我跟做人家的跪下来跟你磕头啊，我要得到一个帮助啊，是走投无路了啊。你们可以吗？我卖那个东西怎么怎么？还有，魏家祥，每次讲富人民，魏家祥啊，要我帮助的时候啊，就会写信来叫我帮忙啊，看出去看，拿去看。